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开箱超级培根给我们的交换礼物的东西啊，听说是蛮丰富的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打开就是，哇，米纳托阿垮臭阿库亚的 L 甲，应该是 L 甲哦，米纳托阿垮的 L 甲，我婆的 L 甲，Whole Life，这是我婆我最喜欢的团体 Whole Life 的资料夹，超级培根懂啊，嘟嘟嘟！看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战场鹰之主题系列核弹璃月篇？对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制造场地是广东省。OK，那我看一下。这是原神哎，可是我都不认识，怎么办？原神，我根本没有玩原神哎，怎么办？我们这应该角色就是这一只吧？这一只是什么？钟离，钟离是谁啊？钟离不好哎，钟离影响游戏体验。下一个是这一包是什么？这一包打开，喂，哎呀，这一包好像不错哦。等下，超级杯真的假的？超级杯里面的，哇哇，超级杯你送了一个整个 whole life 卡包，你说真的假的？里面是什么？我看不到啊。我要打开一下。让我打开一下好不好？我刚打开了一下，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东西。首先，第一个是口罩，这个是我不知道谁，这应该不是约会要作战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哇，这一张卡是那个画饼，然后一张卡会有这个。这张卡蛮值钱的，超级培根怎么会送这一张啊？我天哪，超级培根，这是天鹰比方的，还有一张是。Flare 不知火，Flare 超级平原很懂，也都算婚外的东西。对，威化饼的卡，这一张是真的蛮值钱的东西，这个我会收藏好啊。那里面还有一个纸张，还有一个纸张，这个纸是什么呢？我们打开来看哦。Very 勇敢士兵，他画了一个勇敢士兵的图。Christmas Brave Knife，OK，打开。嘿。这里是超级培根，在你看到这张卡片的时候，估计已经知道礼物是什么了吧？他的字好乱，虽然我不了解你的喜好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喜欢我的礼物。虽然你这个很急，平时跟你玩游戏也要被揍，根本恐龙阿 Ken，但还是感谢你们能接受我这个。这个是他自己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甚至还邀请我参加这次的活动。最后祝你成为 RP 清流，频道不死，百超级培根，Super Benz。我天啊，他怎么名字都签错啊？旁边就是他画画的清单、原神公仔、资料夹、饼干。哦，所以这是饼干。哦，所以这是饼干，所以这不是卡啦，所以这不能开来吃啊。这是卡吧？哦，这是饼干，对，这是饼干。还有口罩，刚刚有拿到的卡片乘二，总计890，不包含赠品。OK，然后他画了一个像是 Roblox 圈吧，左边是校名嘛，然后有个超级平原奇葩跟小爱，中间是我。哇，超级平原这一次好厉害哦，他。几乎都准备 whole life 的东西给我啊！嘟好，嘟，那这次就是差不多今天的影片啊。非常感谢奇葩举办这一次活动，让我们能促进关系。也非常感谢超级培根所送的礼物以及卡片，他送的其实真的还不错啊。那这是我们的奖品，那这是我们今天超级培根所送的这些东西啊。那也感谢这次参与的四个人啊。我这次虽然没写卡片，但我的诚意还是在的啊。那如果想看到他们的影片，都可以去他们的频道去看，我会贴链接在下方的留言区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下。哈西嘞索里哟，康塞诺哟沃尼，朱基米哈拉沃，帕多鲁帕多鲁。